这样下去雪峰山就守不住了。之前外勤的第四巡逻队成员，其中有一名活着逃回了这里啊，还有活着回来的，太好了，一定要好好照料。没有他们的信号提醒，我们恐怕根本无法知道这场灾难的到来。可是这名幸存者表示，他们队伍中的光系魔法师本可以及时发出完整的四道信号，却忽然被一头幽狼兽给杀了，最后变成了两道。什么？幽狼兽？他确定不是独眼魔狼？他很肯定是一头召唤生物中的幽狼兽，而非独眼魔狼。我们的军队里有幽狼兽的似乎只有一个人。穆先生，现在难民们不断涌入这里，情况非常混乱。现在我们这里也人手不足，请在这里暂时休息。我知道了，等一会儿给我们安排一个像样的房间，让我女儿好好休息。我们会安排的。我听说天蓝魔法高中的大批学员正往安全接近这里撤离啊。是吗？但是不知道他们路途上会遇到什么危险，那么大一批人迁移过来，路线很重要啊。要是不小心走到了妖魔堆里，后果不堪设想啊。嗯，是啊。天蓝魔法高中，莫凡，张小虎，我得去帮他们。明雪，爸爸，外面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血色警戒已经到来，一整个军队派出去，都可能全部死在外面。你一个人又能做什么？总好过待在这里什么也不做。我只有你一个女儿，我不会让你涉险。你们给我看好她，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许她离开这里。哼，你果然有问题。你倒不像其他人那么蠢，刚才来的这一路不少蠢货到死可能都没反应过来是被我杀的。这家伙，别过来。不用担心，我对他们没兴趣。莫凡，只要你把地圣群交出来，我保证给你一条活路。你是黑教廷的人？哎，我都不禁有些好奇了，你是怎么怀疑上我的？我可是你们的教官呢。最初我们的训练课上，确实是他们杀的，准确的说是莫凡杀了他。什么？死了？黑教廷创造了一种类似于地圣拳的狂暴之拳。狂暴之拳？嗯，它可以让妖魔变得狂躁无比。你不说也没有关系，反正只要把你杀了，地圣拳就是我的了。但是你太不听话了。杀过你一头幽狼兽，就可以杀第二头。啊！是黑触妖，小心！你还有时间担心别人吗？来不及了，我死了吗？
爪子好快，都感觉不到痛苦。在你不能动的时候，你朋友们的伤亡可是在不断增加的。哼，拿！一、二、三、四、五、六、七。看来你们这些小鬼也不是没有半点进步嘛。我竟然在这种家伙身边一直……本来可以多给你们传授点东西的，但今天好像就只能给你们上人生最后一课。我想你们大概已经学会了，那就是别轻易相信任何人。莫凡，这节课很生动吧？难不成要我把你的伙伴们一个一个都杀了，你才肯交出地圣权来？这就是你要的地圣权。哟吼，总算有点觉悟了。莫凡，对，来，给我。你就这么想要这个东西？快给我！你在做什么？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想要地圣权，那就先来试试要我的命吧。要你的命？说得好，莫凡，我要把你开膛破肚。一年前我就宰过你这种东西，今天杀你就跟杀狗一样。雷印怒击，你的本领倒是提升得很快，但你以为就可以和我较量了吗？愚蠢的东西。幽狼兽恢复过来，我的情况就更糟糕了。我们得去帮他。
但这可是连莫凡也对付不了的对手。只要能帮莫凡稍微拖一下，让他有施展魔法的机会。这种东西速度虽然快，但是我们的魔法能妨碍他的动作。那好，我拖住那只，你帮忙拖住另外一只。冰万迎接，火姿灼伤。别理这两个废物，给我把莫凡撕了。火姿焚骨，火姿焚骨。第二级的火姿焚骨可以让原本已附着在敌人身上的火焰变得更剧烈数倍。周明补的这一个火姿基本上可以活活烧死这黑触妖了。系魔法麻痹的时间才这么短，和你们这帮渣渣的战斗就这么结束吧。面对召唤系法师，若是绕开他的召唤生物，直接将其本人杀死，他的召唤生物也会随之消失。真没有想到白羊教官会是这样一个畜生，我不会再让这家伙再伤害我的学生。都结束了，莫凡，光耀失明，雷印怒击，你竟然以为我会传到一个人站在这里被你攻击？这家伙竟然一直藏着一只黑触妖来保护他自己，省点力气吧！你这只有一大堆理论，却没有什么实战能力的废物高中老师，不要小瞧我。看我净化掉你的黑暗生物，光耀净化。真是蠢材，黑触妖是诅咒生物，你的光耀净化对它没有用。不用那么心急，我会一个一个把你们都杀了的。无冰蝉怎么会这样？啊，莫凡！何云。